大家好，我是恩爸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今天庆祝安安满月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今天要帮你庆祝你满月耶。我们要来切蛋糕哦，还不能吃。安安想睡觉。对，他想睡觉。然后我们还要开箱安安的红包。对。这些红包都是亲戚朋友包给安安的满月红包。你数数看有几个红包。好，我们来数看看有几个。好，24, 68, 10, 12, 14, 16, 18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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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,
决定选择了奇美食品旗下的幸福送年轮蛋糕。我们之前有拍一集妈妈手册换购礼，里面有介绍到。对，那我赶快来打开吧。噔，看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卡片，还可以写一些话在上面，给你的亲朋好友。我们全家人票选之后，决定要选这一款当安安的明月蛋糕。安安的生日刚好是在过年期。我那时候去问宅配，寄送冷藏的或是寄送一般的都要超过一个礼拜。对，而且它这款蛋糕呢，它可以常温宅配，然后未拆封呢，最长可以保存三个礼拜。那真的很棒，好。这是你最爱吃的年轮蛋糕呢。年轮。对。我们来装饰它吧。布置一下吧，这是我自己做的安安，然后我满月咯。安安满月咯。对，可爱小熊蜡烛，那我们来点蜡烛咯。那妈妈要对安安讲什么呢？安安加油，要赶快喝多一点奶，睡过夜，都爬起来，不然爸爸都睡不饱。安安，爸爸，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安安只要平平安安长大就好了。耶！安安，明月快乐。安安想睡觉，超想睡觉。哪里满月？肚子满月吗？对，刚刚你肚子里的几个月了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吃法，我准备了气炸锅，烤好了。烤过的味道跟没烤过差哪里？就是会有啪啪啪，然后这里的声音更大，脆皮的声音。真的，好酷哦！妈妈，我问你，真好吃，烤一下下，让它表面脆脆的，好吃。吃完蛋糕，我们要来开箱安安的人生第一份红包，到底收了多少呢？给阿妈开，让阿妈给我包。你觉得大概有多少？然后就从里面挑出一包给你，
200应该是压岁钱，就是类似像压在枕头下，然后让你平平安安这样子。然后这包好可爱哦，而且平安健康花花姨姨包的，好1200，拜拜。这个也是压岁钱，200块。因为刚好安安是蜜月，然后又遇到过年，有的是压岁钱，对。噔噔噔噔，哇！好厚。你爸抠的。2420000，目前14600。哦，大家应该都有收到过这个学费的，好可爱哦！而且拿去给妈咪保管，这句话很重要。我们来看多少？给妈咪保管。哇，给妈咪保管的那么厚。我数看看。该不会是你自己包的吧？自己包给自己。是这样吗？12000，12000，这包缴学费的12000。再来迎春纳福，来看多少，超多，都是1000的，12345，62000，32600，那一个蜜月收的钱是我大概10年的红包钱。200，大部分都是包1200，安安的奶粉关了，所以一包就是1罐奶粉。好，那我来数1罐奶粉，1200，一罐大概喝多久？1个礼拜。这包以后，哦，都是100的。12，1200。6600，远远超过我预估的金额。还有呢，还没开完，给最爱的你的最大包，我们来看它到底有多大包。600，你知道是谁包的吗？我包的。600，那是压岁钱。对，这是安安的压岁钱呐、啊。然后再来，好1000，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是收200跟600压岁钱，但是蜜月可能因为有些人会想说生小孩贴补一下。所以就会包比较多一点的，3000，这是最后一包了。这红包好漂亮哦，很可爱。12345600，所以总共是57200，超多了。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收过这么多的红包，不知道我以前一月收过多少。好啦，那我们数完红包5720。为什么到底要不要抽一次？好，这是我们这几天帮安安一起做的，安安的手艺跟恩恩的手艺，安安的小手。他做法就是用粘土，然后让小朋友去盖上他的手艺，因为他盖上去之后不够明显，所以我们就在上面涂了颜料，然后就是这边有贴他们的安安的英文名字，对，伊恩跟安安的英文名字 Jane， 对对，为什么要叫 Jane 呢？因为他是1月生的。对。恩老师，我们要下课喽。下课。喜欢恩恩，记得按订阅恩恩老师哦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压一下。